有一天，一个鹰脱光了衣服，在草丛里休息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小女孩过来采蘑菇，小女孩数着采着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五个，五个，最后放弃了。这个鹰觉得很爽，于是第二天又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小熊也来采蘑菇，小熊也是边数边采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五个。